们本想要开始了，大家可以先听他前面。那我先说明一下，就是因为每次黑客松啊，就到这个时间点，大家也吃完了，差不多要睡觉了，然后所以就会安排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小小的专讲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四位讲者，一位讲者会是八分钟的时间，那小谢这边应该会计时，七分钟的时候会提醒一下，八分钟就把你呼下来。然后我也说明一下，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村长他们上面整个一层组都去开会了，然后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帮忙小小的串场。好，那就第一位欢迎的是之后要讲的是众志成城，掌声欢迎他。Hello， 哎，这个去年底做了那个数位数学的东西，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是我们一开始开会一张就是讨论的图，这样，然后给大家快速看一下，我们的照片，那是最后完成的样子。那这个已经到当然快结束了，所以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参与在这个现场的装置。然后一开始的话就是比较，一开始看起来就是比较干净，像这样。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混乱了。然后，这次想要提出一些问题，想要请大家，就是大家都来参与社群已经很久了，然后请大家来思考一下。就这次呢，距离参与数位艺术节，就变成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被贴上数位艺术的标签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还不错啊，反正也没什么，反正数位艺术好像也不赖这样。可是事实上，在参与过程中就遇到很多跟数位艺术所谓的当权者，就是拥有发言权的那些人的一些冲突。那艺术可能对，就我来讲，因为我自己是念所谓的数位媒体艺术的，那对我来说，就是社会大众可能会觉得说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艺术反正就是一个好像比较高层次、比较一个高级的东西，然后好像做出来的东西被标成艺术，好像就是蛮厉害的。可事实上，艺术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制，然后他们圈子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发生，所以就是这次的经验就是可能就是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之后如果还要参加跟艺术有关的一些展览啊或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可能要慎选的。对，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做出来的艺术，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被哪天被叫成艺术，是不是一件好事？那想要请大家就是可以有空的话可以想想看。那这次做这个展览的时候，其实虽然说这实体空间之后看起来好像很震撼，就看起来视觉很丰富啊，很华丽，可是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发生在空间里面的事情，就是看到的不是视觉最后的成果，不是物理上的成果，是就是时间上的发生过的事情。比如说在里面举办了一些黑客松啊，像这个是应该是蒙恬松，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这样的集会，就是那时候邀请了一个就是叫做免费商店的人，做免费商店的人进来，就在里面摆了一个像这样的摊，就是你可以把你任何可能用不太到的东西留在那边，然后你也可以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，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实验一些社会性的交换。那或者是我们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空间里面即兴创作，那就某某人呢就把吃剩的披萨盒贴在墙上面。只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这个展览有趣的地方。那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呈现给大家看。那因为大家现在很习惯就是看东西就是看物体，那可能看不到那个时间的过程，所以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困难，也是还在尝试的东西。然后，就是当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在那个空间里面给大家给我们回馈，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，便利贴上去写说，感觉可以思考更缜密精致一点。那我当下看到就觉得很有趣，所以我就回了一句，就是谁决定什么是精致的？就如果大家有去看一般所谓的数位媒体的展览的话，看到的视觉呈现可能都是很干净很精致，然后设计的非常好，贴在墙上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也可能也不太敢碰它。那久而久之，大家可能就习惯这样的一个视觉语言。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精致？精致是不是一个应该被普遍适用在所有人身上的东西，还是它只是一个某一群人决定什么是精致，大家都比较接受？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问题。然后因为这次是巨灵 V 参加这个展览，那可是巨灵 V 就是一个虚幻缥缈的东西，事实上还是人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尤其是在实体空间里面协作，那就是
跟在网络上大家合作写程式不太一样，就是会牵涉到很多实际上资源搬运啊，或是采购，或是加工制造这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会有很多在网络上协作可能碰不到的痛处。那第二个想要提出来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今天的专案，比如说你想象今天的专案，那如果在有时间压力底下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这种运营这种缓慢，然后自我生产的这种过程，是不是有办法去符合这种需求？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问题。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在这次的时间，就参加数位艺术节的展览，其实是还蛮失败的，因为这个 deadline 很紧，那然后参与的人也没有那么多。那因为大家习惯了社群的做事方法，那跟展览这种非常要求具体成果的这种东西，就是冲突非常大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习惯在社群里面用开放的方式协作，然后大家彼此有点像坦诚相见这样，大家就是彼此把自己有的东西都分享给大家。那第三个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，当你的工作伙伴要求除了专案进度以外更多的回馈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处理？比如说，可能大家要求更多的情感上的回报，或者要求更多利益上的交换，那这种时候，如果本来这个专案是一个开放的专案，那这时候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转变这个专案的本质？那或者说，譬如说，如果有人利用社群的沟通平台，骚扰你，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处理？就是这个开放社群，好像进到今天，好像应该要思考的一些问题。那总而言之，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思考，就是开放协作还有个人的边界应该要怎么平衡这些事情。好。这是第一个想要讲，哎呀，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了，那果然八分钟超困难了。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我在美国做的事情。我在美国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社群，大概是四个核心成员，然后还有八个卫星的成员，总共是12个人一起做创作。然后我们就是决定好，我们就是两年做一次大型的创作，所以两年的时间还蛮长，就可以有很缓慢没有架构的生产过程。所以我们的每两年办了一次 event 叫 Eco Hack， 就是我们会邀请大家来一起在同一空间里面生活，像2014年的时候是生活了16天，共同生活16天，就是练一种练习的过程，然后大家就是一起采购啊，一起煮饭，然后分配时间上厕所，然后一起创作这样，这是我们那时候做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在森林里面盖一个小屋。我们在用小木屋的那个空间做创作。那关于创作的内容，我们都放在这网站上 ，Self-Biomarts， 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。那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实验合作的协作的过程，比如说这是我们一起在合作盖小木屋的过程。哎呦天哪妈呀！然后这是我们的行事历，就是我们会安排说谁在什么时候可以运用哪些空间，谁哪一天要洗，谁哪一天要煮饭，谁哪一天要洗碗。那就是在开放。刚刚说你在线上合作跟一群人在实体空间里面一起生活，也是可以平行被比较，可是又截然不同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很值得被实验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就是到2016年，就是两年的时间又到了，所以我们7月的时候会在纽约建造一个跟一个艺术家叫 Mary Madeline 合作建造一个漂浮的森林在河上面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正要开始做募资，然后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小广告，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发表我们的 Indiegogo 那个线上募资的 campaign，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跟我询问一下。差不多快到了，那还有时间吗？没有了。好，那就算了，拜。感谢之后分享。